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八复杂环境应变及原神飞蹦吞流二重唱已完结，活动攻略原神 4.7。这一边是最后一关，还是打这个蓬蓬兽？顶着他身上这个爆炸个打飞，这边来回个子弹啊，继续揍他。他要召唤鱼了，好，这个把蓬蓬兽打掉，搞定。